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，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，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，疫情各地的医疗队是迅速集结奔赴武汉。面对疫情，许多高校师生与祖国同频共振，用一系列实际行动共同抗击疫情。无声疾苦里黯然沉淀火焰，难入眠，风吹林海的人间，无数心跳声中阳光慢慢出现，所有苦与险终会化作尘埃被跨越，我们脚印着翻转苦难的语言，那一下的雨泪，召唤平安，加油！武汉，我们来了，中国必胜！踏出勇敢的脚步，迈向明天。妈妈，今天你爱吃的面食挺好，非常的男人都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也很支持他，爸爸加油，中国加油！带着爸爸，我在家听妈妈和外婆的话，来帮他们做家务活，在家我们是家里的神探。妈妈，我爱你，希望你早点回来，等你回来以后，我们一起去汤圆。你在武汉安心救助病人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，你放心哦。爸爸加油，武汉加油！中国加油！难入眠，风吹云海的人间，无数心跳声中阳光慢慢出现，所有苦与险终会化作尘埃被跨越，我们将迎着翻转苦难的语言，下的一滴泪交换平安中将到来的光辉，把所有的岗位的医生全部换下来，换成谁？换成科室的所有的共产党员。共产党员在宣誓的时候不是说吗，把人民的利益利益放在第一位，迎着困难上。我说现在开始把所有的人都换下来，共产党员上。中国加油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必胜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